邓佩仪在去年十一月正被受力捧的时候回到加拿大放假，说因为疫情关系有四年没见过家人，非常挂住他们，而期间曾经传出他是被公司雪藏而回去加拿大。至今 Gloria 回到加拿大已经超过半年以上，并没有回香港的迹象。近日就有读者爆料他在加拿大读书，说 Gloria 是自己的同班同学，而记者问到 Gloria 是不是真的时候，他就回应说确实在读书，其实以前都说过一定会找时间回去完成学业，正在 UBC 尚德商学院完成工商管理学士学位，也都有额外再读一些关于电影制作的课程。对于外界的揣测， Gloria 一概不再多回应，但很感激公司的支持，相信不久就会回香港。